拍生孩子的 vlog， 唉，有一点怪怪的感觉。我生 B B 啦。你生啊？冇生啊，可以冲凉，一个月后先有得再冲，好凄凉。你紧唔紧张啊？我叫不紧张。我叫不紧张的，很紧张。根本无啦啦公收，要不是我可以等到19号才出来。19号生跟现在生有什么分别啊？分别就是因为那个号码容易记。对。哎，这是谁？三 BB， 三 BB 就是我们的邻居，邻居，邻居住在旁边，所以呢，他有时间可以接我老公过来，然后他还傻傻的无端端要在这里等我生，赶快洗澡吧。好吧，你自己我跟你说，我最后吹头，坐月子之后不能洗头嘛，手术前6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，我都不记得了。最后一波了，我再生。好奇葩的也终于来到了。每一个孩子都是提前砍死我，三个都是提前的，哎，真的是气死我！本来911走不好，很好记哦，现在911。你都会讲的。有咩感觉啊，张生？我有啲紧张。会阵间会唔会我晕低先？阵间啲姑娘要救我。拜拜。拜。你咩感觉啊，爸爸？我话有啲紧张嘛，你又重复问题。啊！现在我在这个房间里面等，等他麻醉，然后再让我进去。有一点紧张，确实，虽然不是我做手术，但是还是紧张。怎么感觉时间过得那么慢呢？我觉得都过了1个小时了，可能才等了10分钟吧。啊，为什么还没好呢？但是你完全清醒的。那生完啦，生到块面好似无啦爆晒嘢出嚟嘅，嗬？头先冇噶，又系。头先冇噶，玩过嚟嘅啫。边度啊？点解我觉得好似咁多粒嘢嘅？高清啊嘛。唔系啊，之前冇咁犀利噶。编唔走嘅呢啲 video。真系好正你，你睇个肚平咗啦，平咗啦，冇咗啊。佢8磅啊，8磅幾啊。Thank you。早知食多啲麦当劳啦。On the run, I am always on the run. Call me when the moonlight. 好挂住个仔啊！我唔舍得俾佢哋攞走我仔啊！好挂住仔啊！一清醒，马上开始打电话，告诉所有人他的消息。你在干嘛？我在跟我所有最爱我的人说，我爱你。不睡觉。他们都祝福我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完全是佩服啊，只能说佩服。所以男人不要跟女人争是爸爸伟大还是妈妈伟大，肯定是妈妈伟大，看着都难受。其实我这次觉得很开心，好好玩的感觉，不到半个小时什么都做完了。可能我年轻生吧，所以就比较不辛苦。对，年轻很重要，我现在很年轻。1, 2, 3 Baby open me your heart I am always on the run I am always on the run 每一次见证这个生孩子的过程都觉得生命特别奇妙，太奇妙了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小�孩子在妈妈肚子里9个月、10个月，然后他不用呼吸，他也不用张嘴吃东西，他能在里面待10个月，然后出来就又能呼吸，又能用嘴巴吃东西，这是不是太奇妙了？所以每一次经历这个生产的过程，就觉得生命很奇妙，要珍惜生命，珍惜。
OK， 很快就要出院了，就可以带小朋友回家了。带宝宝回家，张乐儿。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，我是陶我在阴暗的幽谷，当你抬起头，你将会发现，就已为你我而预备。遇上太阳，它总不改变，虽然笑一笑。